今天主要是一个欢迎国际学生的大会。上午开完会之后呢，今天下午呀，然后包括未来几天，会有学校带着同学游览罗马市区这样的一个旅行活动。出发了。待会儿会跟我的朋友去汇合，汇合完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学校。今天的人好多呀，早高峰。哇，现在好多人。哇，我们终于进来了，今天的阳光很好，好开心。罗马大学于1303年由教宗伯尼法斯八世创建，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是罗马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在古典学、文化遗产、考古学、艺术学等领域具有较高声望，先后培养出14位诺贝尔奖得主。面前的主楼是理性主义风格，前面的青铜雕像是古罗马象征智慧与战争的女神密涅瓦。我们今天的这个欢迎会是在主楼里，中轴线最中间的那个楼。它这个入场不是按照学院，然后也不是按照学生的种类，它是按照正式的 ABCD， 就是26个英文字母的前后顺序，不同的门，然后不同入场。我第一次见还有这样子的。因为我是钱嘛，所以就在7到 Z 这一组里面。Okay, you can take one of these and you can go in front. Thank you.打个招呼。你是不是要送包就挂了？意大利这边真的太迟到了，本来说是9:30的时候要开始这个典礼，现在马上都要10:00了，大家都还在这里等待，然后都没有开始。And I immediately give the floor to our vice rector. You are sharing with your friends, so let's go. So, as I mentioned, it depends on the person. You are crazy. 终于出来了，一个演讲接一个演讲，好长好长好长。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这个Sapienza的品牌文化店，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和我的小伙伴一起去中餐吃饭。进去看看吧。我们刚才进去了，然后又把我们赶出来了。他这个学校对疫情防控还是比较严的，然后他好像一次现在里面是3-4个人吧，等别人出来之后然后你再进去。我好喜欢这个颜色，这个本子的颜色，就这个学校的校色是一种暗红色。现在等我一个同学下课，然后我俩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这边一般是中午上到下午1:00，然后结束课程，就1:00的时候去吃饭。对，就跟我们的习惯啊，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在
Hello Mini 这一块，因为是火车站嘛，罗马比较大的一个火车站，在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就是有很多的小偷。就是这一家店，特色拉面。这是我们点的干锅肥肠，跟国内的味道一模一样，真的很赞。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天非常的蓝，天上一丝云都没有。然后罗马这边天气就是变幻多端吧，就可能现在还是这样的晴天，云都没有，过半个小时全都是乌云，然后就狂下雨，可能下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就停了之后云唰就瞬间又没有了，然后又是这种特别晴的天气。哇，敲钟了。地中海的阳光洒在罗马的街头，人们不慌不忙地走着，亦或是享受金色的下午茶时光，在飞驰的时光中获得只言片语的休憩。凝固的建筑发挥出属于永恒罗马的气息，几乎每天都要和这些古人留下的尘埃打个照面，他们也见证着我在这里的生活。几千年厚重的尘埃早已落定，我究竟等待了多久，和幸运又或是不堪的过往离别。分别的那天，将过去的不堪埋葬，只身航海远洋。인생을안다면신선이라어찌사람이겠소배위에이한몸몰랐으니어디라도가보자어찌안운하겠소어쨌거나돛을펼쳤으니어디로든떠나자消失的人们如今都去了哪里？未知的岁月等待和谁再相聚？前生的亲人容颜已无法辨认，来世的爱人是否与我度黄昏？在不同的土地上抬头，一起寻找的是我们共同的坐标。我会在那一天到来，你会在那一天看到和着歌声的少年。
我们会在那一天相聚，在有月亮的夜。